张张张，歪嘴战神赖长征长，嘴角一歪谁也不赖。呀呼！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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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黑客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试验我的新发明呢。新发明？啥新发明啊？噔噔噔噔，龙王翼。龙王翼，这个有啥用啊？这个呀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个龙王翼可是非比寻常，它采用翼龙的翅膀做躯壳。那是更是用我最新研究的新型龙芯片。哇塞，好高级的样子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的作用就是可以飞檐走壁，像房子这样走路一样，非常方便。哇塞，有了这个偷东西一定很方便。什么歪嘴战神，你居然是这样的人，看来我看错你了。不是的不是的，我就是随口一说嘛。哼，走开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黑客等等，把你这个东西借给我用一下呗。嗯，你想干嘛？偷东西，我才不会做作为念呢。不借不借，让我买可以吧？你看个价吧，多少钱？买多少钱？歪嘴战神，你还真是贼心不死啊！这个龙王翼你可买不起。你就说多少钱嘛，还有我歪嘴战神买不起的东西，真的是我很有钱了。100万个金币？什么？100万个金币？你怎么不姓常的你？切，我就说你买不起吧，穷鬼！你哼，臭黑客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就是我祖传的宝贝，龙王翼，我来了。呵呵呵，龙王翼到手。哎，这台有大炮，哇塞，发财了发财了，牛呢牛呢，呜，飞檐走壁，这大炮也太厉害了吧，不然家里全是战士，我这一炮下去不就发财了，呀呼，太快乐了。臭小偷，住手！啊，是黑裤，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居然用我的武器到处破坏，你完了！不对，我现在有大炮呢，我还跑干嘛？哼，臭黑客，你程序什么？我现在可不怕你哦！哼，不要以为你偷了我的大炮就无敌了。那是无敌呢，呀呼！啊，你这是什么武器？哼，这叫激光枪，去死吧！